大家好，我是台风国际法法理建构连线黄胜峰。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中华民国不是已经光复台湾了吗？台湾的主权不是属于中华民国吗？好，中华民国到底有没有光复台湾？台湾的主权到底是不是属于中华民国？我想关于这个题目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国际法还有历史的角度呢，去好好的思考。相信大家如果过去这个曾经接受过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教育的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过这个所谓的开罗宣言然后也听过什么波茨坦宣言日本降伏文书然后呢也听说过所谓的这个台湾光复也就是1945年的时候呢。1945年10月25号，这个中华民国呢到台湾这边呢，接收这个依照这个开罗宣言然后呢接收台湾跟澎湖所以呢台湾跟澎湖呢，在1945年10月25号呢就已经回归祖国了，也就是所谓的台湾光复然后呢，这个每一年的这个10月25号呢，还被中华民国政府呢定为所谓的台湾光复节，那。这个台湾光复这一件事情呢，这个可以说大家都基本上应该都听过了哈，不管是哪个年龄层，只要曾经接受过中华民国的这个历史教育的，应该都知道所谓的台湾光复了哈。可是台湾光复是真的吗？其实呢，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台湾光复是假的啊，台湾光复呢从来就不是真的啊。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呢，所在台湾跟澎湖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呢，并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口中所说的台湾光复那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呢，也从来就没有在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呢回归中华民国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呢，从来就没有在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拿到台湾跟澎湖的主权。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理解一点事情，就是其实呢，在1945年10月25号那一天呢，在台北共会堂，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堂所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呢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蒋中正他所指派的这个受降代表也就是陈仪到台湾这边来，然后接受在台湾跟澎湖这一边的日军的投降，然后呢，在从日军投降之后的这一刻开始呢，同时呢，对台湾跟澎湖呢，进行军事占领。那这个是什么缘由呢？因为呢，在1945年8月15号，这个日本天皇投降之后。这个日本政府呢，他在1945年的9月2号在东京湾的那个密苏里舰上面呢，他在个就是签署了所谓的降伏文书就是日本就是很正式的对盟军投降那在签署降伏文书的同时呢，这个日本政府呢，依据这个盟军。这个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的指示呢，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那这一般命令第一号里面呢，他有提到就是台湾跟澎湖这边的日本的军队呢还有这个日本这边不管是军政也好民政也好的这些单位呢，都要向这个就是盟军所指派的这个受降代表呢投降然后要协助这个盟军的受降代表呢进行占领。那
在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里面呢，被指派到台湾跟澎湖这边接受这个日军投降跟进行后续的代表盟军进行军事占领的呢，就是中华民国的蒋中正。所以呢，其实发生在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的事情呢，其实呢是盟军代表，身为盟军代表的蒋中正，他所指派的代理人啊，也就是陈仪，到台湾跟澎湖这一边去接受日军的投降。然后呢，代表盟军对台湾跟澎湖进行军事占领。换句话说，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其实是盟军受降日，也是盟军占领台湾跟澎湖的开始日。而不是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回归中华民国的所谓的台湾光复日。那中华民国他为什么会说这个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台湾跟澎湖主权就回归中华民国啊？说实在话呢，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中华民国他在1943年的时候啊，他的也就是蒋中正啊，跟这个美国的罗斯福，然后英国的丘吉尔啊，他们在开罗那边呢开了一场会，然后在会中呢就稍微讨论了一下，然后就讲是说，就是如果说日本被打败之后呢，台湾跟澎湖呢，就应该要归还给中华民国，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开罗会议。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就刚才所说的这个台湾跟澎湖，要在这个日本投降之后，就是归还给中华民国，这个呢，也就是他们中华民国所说的这个开罗宣言的其中的内容，那所以呢，中华民国呢，他就依据说，这个依据这个开罗宣言呢，这个台湾跟澎湖呢，在日本投降之后呢，这个主权应该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啊。所以呢，这个中华民国呢，他又在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呢，就是在盟军的指示下呢，到台湾跟澎湖这边接受日军投降，然后又在对台湾这边呢进行军事占领啊，等于实质的就开始在掌控台湾跟澎湖了。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呢，就在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呢，也就因为这个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跟澎湖这边已经开始进行统治了，所以也就因此回归给中华民国了。这当然就是中华民国的角度了哈。可是在这我们必须要理解一点，就是说，虽然说在1945年10月25号开始，中华民国就开始对台湾跟澎湖进行所谓的治理，可是呢，这个治理呢，其实是在盟军授权之下所进行的军事占领啊。那这个治理行为呢，就是你今天可以去治理一个地方呢，并不代表说那个地方的主权就属于你啊。那我们知道说，中华民国在1945年10月25号。之后之所以可以在台湾跟澎湖这边进行治理工作啊，治理台湾跟澎湖，最主要是因为盟军的授权的关系啊，所以他可以治理台湾跟澎湖是因为盟军授权，而不是因为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已经回归给中华民国啊。所以中华民国虽然可以治理台湾跟澎湖啊，但是并不代表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因为中华民国治理台湾跟澎湖的事实而直接变成现实，所以中华民国他所主张的这个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台湾跟澎湖主权回归祖国，这个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在国际法上面呢也是说不通的。我们只能说中华民国的说辞呢，它是混淆了这个治理权跟主权归属啊，他直接把这个治理的状态呢，直接把它跟主权归属画上等号啊。那这样的说法，它的荒谬度呢，就好像说，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譬如说请这个一个管理大公寓大厦的一个单位哈，请他来管理这个大楼的一些事务啊，
然后呢，因为这个大楼的事务呢，由这个公寓大厦这个管理公司来管理，哦，那因为它有管理，所以呢，就表示说这个公寓大厦的所有权呢，就归属于这个管理公司，哦，我们知道说这个根本说不通嘛，对不对？我今天授权你可这个管理公司可以来协助管理这个公寓大厦的事务，我只是授权你来管理这些事务而已，并不表示说你因为你我的这个大厦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公共事务是实际上是由你来管理，然后我大厦的这个所有权就归属于你这个管理公司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都，如果你讲说，哎，因为我的各个大厦的公共事务由你这个管理公司在管，然后我大厦所有权就是属于管理公司，我们都知道这绝对说不通的。那其实中华民国政府他所说的这1945年10月25号，他来台湾这边进行这台湾跟澎湖这边接受日军投降，然后对台湾跟澎湖进行治理，然后台湾跟澎湖主权就归属于他，其实就跟刚才前面那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一点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当我们今天请管理公司来管理大厦的时候，大厦的所有权不会因为管理公司可以管理大厦，就大厦所有权就因此变成管理公司的，我们就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民国它实质治理台湾跟澎湖，并不表示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就因此归属于中华民国，哦，这两个是一样的逻辑，哦，并不会因为中华民国不会因为它实质治理台湾跟澎湖就取得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就跟公寓大厦的管理公司不会因为它实质管理了公寓大厦的公共事务，它就因此取得公寓大厦的所有权，哦，这两个逻辑是一样的。那当然有人在讲说，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是那个时候台湾跟澎湖的人不是有去张灯结彩去迎接这个祖国的军队来吗？哦，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治理单位啊，哦，就是说今天你这个台湾跟澎湖呢，在盟军的授权之下呢，由中华民国来这边进行所谓的治理，好，治理工作，这个代管军事占领，这个代管治理工作，就算台湾当地的民众他有去迎接这些来占领台湾跟澎湖的这个中华民国军队，也不会因此而产生台湾跟澎湖的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的效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群人他们只是去迎接占领军而已，他们去迎接并没有表示说，哎，我今天我就是我这个动作我明白表示，哎，我在这块的土地的主权我就移转给你嘛，哦，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哎，台湾跟澎湖的人在那时候他们也许，哎，他的确想说，哎，我是迎接祖国的人军队来了，可是问题是他这个动作他并没有要把台湾跟澎湖的主权移转给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意思，他没有这个意图，哦，他并没有这个动作，也没有要产生这个动作的效力，因为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哦，他们之所以会去迎接中华民国的军队，是因为他们以为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已经是中华民国的了，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把台湾跟澎湖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的意思，哦，他们是误以为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已经是中华民国的了，误以为台湾跟澎湖已经的主权已经回归到中华民国，所以他们以为这些来的军队是自己国家的军队，啊，所以他们这个动作并没有要把台湾跟澎湖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的意思，啊，他们是误以为这个台湾跟澎湖主权的已经移转了中华民国之后，他们才去张灯结彩去迎接祖国军队嘛，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从这个台湾跟澎湖的民众这种在误解的情况之下的这个动作，哦，从这些在误认误解之下的行为，然后从这些行为去推论说，哦，这个台湾跟澎湖主权因为这些人的迎接的动作而移转到中华民国手上，哦，那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哦，如果这台湾跟澎湖的住民在1945年迎接中华民国军队的动作，如果我们说因为他们有去迎接，所以就
把台湾跟澎湖主权移转给他，而不管说他们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意再去行使所谓的这个主权移转的这个自决权的行使，没有真正有意在行使自决权。我们认为说，他们透过这个迎接这个祖国军队，然后他就可以发挥这个把台湾跟澎湖主权移转给这个中华民国的效果的话，那会变成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之前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些政府官员他跑到台湾这边来参观的时候，在那时候也有机场也有很多人把他们当成祖国的这个官员来迎接啊。那如果说在1945年台湾人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当成祖国军队去迎接，然后台湾跟澎湖主权就因此移转给中华民国政府的话，那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官员来台湾的时候，把这些官员当成祖国官员来迎接的这一些台湾人，他们去迎接这个动作，难道就把台湾跟澎湖的主权也这样子也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吗？我们知道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呢，我们要清楚地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根据历史事实，1945年10月25号这一天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是中华民国政府以盟军代表的身份到台湾这边来接受台湾跟澎湖这边的日军的投降，然后以盟军代表的身份开始进行军事占领，也就是代表盟军进行军事占领代管，而不是取得台湾跟澎湖的主权，绝对不是什么台湾光复。而且台湾跟澎湖的居民就算在1945年10月25号那个时候曾经有所谓的喜迎王师去迎接所谓的祖国军队，也并不会因此而使得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就移转给中华民国政府。因为台湾跟澎湖的驻民在那个时候的所采取的迎接的行为，基本上来讲是已经认定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已经回归中华民国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们从来就没有去行使自己住民自决权的意思。而且实际上住民自决权的行使也不是用张灯结彩迎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的，实际上真的能够走上街头去迎接这一些祖国军队的那个人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去迎接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在台湾跟澎湖的住民的意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而实际上目前就是在战后有关所谓的殖民化去殖民化殖民地去殖民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殖民地的这些民众呢，他们行使自决权的时候如果是和平进行那个自决行行使的话，通常是使用投票的方式，而且是用普选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在194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台湾人他就是走到街上去然后去迎接这个什么中华民国的军队，然后就把这个东西认定说他是行使自决权，然后认定说台湾的主权就因此移转给中华民国，这绝对完全说不通的。而且不管是在国际法上面或者是在现实上都是说不通的逻辑上也绝对不合理那尤其当我们今天站在今天现在这个立场，台湾跟中国一边一国，我们希望台湾跟中国是两个互相不隶属的国家的这个情况之下，台湾还没有建国，那中华民国实际上中华民国政府它实际上从中国那边流亡过来的中国流亡政府，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更不能够去说台湾跟澎湖的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啊，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等于自己先把台湾跟澎湖先送给中国了，然后再想办法说我们要怎么样从中国里面挣扎出来。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希望说台湾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国家这个目标上面，如果我们去主张说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因为这个喜迎王师然后就移转给中华民国我们认为说这个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而且也对于台湾我们去追求我们真正的一个在未来行使住民自决权然后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国家这个目标来讲呢，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希望大家要理解，就是1945年10月25号那一天
其实是中华民国以盟军代表身份在台湾跟澎湖接受日军投降，然后开始以盟军代表身份啊、成立这个台湾自治当局，对台湾跟澎湖进行军事占领代管开始的日子啊、然后绝对不是台湾跟澎湖回归祖国，绝对不是台湾跟澎湖的主权移交给中华民国日子，台湾光复根本不存在，台湾光复是假的不存在的东西，请大家必须要记住这一点，谢谢大家。